昨天看到张淑娟去按铃申告，那王鸿薇陪张淑娟去按铃申告，其中这位台北市议员王小姐所伤害的就是张淑娟小姐。张淑娟小姐，胡说八道，谁伤害谁啊？她告的是你，不是我，太恶心了啦！这一位在场闹场的人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鸿薇，我是纯粹的新闻工作者。就是你诬告败诉女王，天天在败诉，还有脸在那边讲话？你出了过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告你多少次了，你好意思吗？跪下啊，现在就跪下啊！跪下，你爱哭吗？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啊，你也地上打滚过呀。你好像那个，我像什么？你好像是那个泼妇骂街啊！跟这种人站在一起了，各位，丢脸，没几个败类，直接说。你不下来闹场吗？你是什么呀你？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，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！你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我再见！爱的要死，你羡慕吗？你王鸿薇，谁嫉妒你老公啊？你自己送上门来挨的。挨什么打啊？你策动人家你？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想我向张淑娟道歉，我也不想理你。我现在是跟张淑娟道歉，是你自在这里来的，道歉是你送来的，道歉，道歉，因为他如果受到伤害，事实不像，对，道歉，是，笑死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叫张淑娟吗？你靠一边去了。你滚！你再滚一边去嘞！你滚！你滚一边！你这件事你跟你有关吗？你滚！你叫张淑娟吗？你叫张淑娟吗？各位，各位，这种人想要蹭人家、想要选举的人，就是国民党最无耻的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。最不要脸的媒体人，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？不要媒体人做五十年，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，好恐怖、哦！他们两个其实站得很近哎，然后周一口手这样举起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以为他要去抓他头发哎。哦。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，你更不要脸，你为了要选举蹭人家周玉蔻，你要脸吗你？蹭什么周玉蔻啊？你不要脸！今天是你过来的，今天他提到我找张淑娟，你过来干嘛？哎，你叫张淑娟的，你叫张淑娟，所以你是策动的人了、啊。我策动。哎，我们也不叫张淑娟呐、啊，我们都不叫张淑娟呐、啊。但是我们不能讲你吗？我们不能保护好人吗？我们不能反霸凌吗？我们也不是张淑娟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很怕我们变成下一个张淑娟。那我觉得王鸿薇议员赞，真的是赞，完全碾压。像什么？像污蔑人？我哪里有污蔑人？我现在跟张淑娟道歉，再见，不见，拜拜。这种王鸿薇，这种台北市议员，就是中华民国的败类，每天挑拨离间，在网络上面随便乱骂人。他以为他欺负别人欺负惯了，我告诉你，到底是谁欺负谁呀、啊？我真听不下去了耶！周玉蔻，你可以造谣，然后我们不能批评你哦。我非常的钦佩王鸿薇议员，我也好喜欢他。王鸿薇议员她本身就是个侠女，她本来她的个性就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而且今天王鸿薇议员她台北市议员呢、欸。他去照顾他的选民 ，Coco， 你那么可怕，啊，去保护张淑娟议员，去保护选民，本来就应该的嘛。再加上王鸿薇议员，我就说他的侠女性格本来就非常的明显。因为各位好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王鸿薇议员曾经来过我的脸书留言呢、欸，你怎样我哇感动，真的很感动哎、欸，他就给我留一个加油，啊，那就让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温暖。从那个事情，我就看得出来，这个议员真的是，真的就是那种很正义、很富有正义感的。好，我现在解释一下他们两个。这个吵的内容啊，周玉蔻讲了一大堆哈、啊，你老公吃了几十年的软饭啊，然后王鸿薇议员他就说啦，啊，你老公不用吃饭吗？然后周玉蔻回答，我老公跟我离婚了。王鸿薇议员说，我老公爱我爱的要死，羡慕吗？你嫉妒吗？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觉得？我跟你说啊，王鸿薇议员还说啊，啊你啊败诉女王，天天在那边败诉，还有脸在这边讲话啊，对不对？你告人家多少次了？你好意思吗？哭一下啊，哭啊，你不最爱哭吗？打滚啊，在地上打滚啊，你也打滚过嘛？哎呀，有没有？这个跟王鸿薇议员平常讲话，我们在电视上面会看他质询是不一样的哦。但面对这种人，真的是刚刚好而已，是不是？王鸿薇议员哦，因为他是因为帮人家出头，帮人家出气。那确实，周玉蔻你是乱讲话，你是胡扯鬼扯嘛，不然来道歉干什么？好，所以人家王鸿薇议员这样讲他，刚刚好而已啦。我也觉得很解气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周玉蔻打滚。救命啊！是为了抗议绿营弃周保谢，周玉蔻大闹现场庭总部，这一幕让很多人都忘不了。你们敢这样子，我就撞墙给你们看！撞墙！台联认为周玉蔻有辱台联形象，停权三年。周玉蔻最后只拿了3372票，比无党籍柯四海的3687票还少了315票。我就撞墙给你们看！我撞墙给你们看！我从20楼跳下来给你们看！好，拿着麦克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拿着麦克风喊救命！哎，这想哪？这怎样啊？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不是都一样的步数吗？是不是秀才遇到兵？有时候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啊！周玉蔻，你好意思自称媒体人？真的你好意思？我完全赞同王鸿薇议员说的话，而且对付你们这种人，就必须要用王鸿薇议员这种方式。周玉蔻，你说你自己是什么媒体人是吧？
我觉得你真的是媒体人最糟糕、最糟糕的代表。尤其是今天造谣抹黑去伤害一个女孩子清清白白的名节，你这个叫做践踏第四权。周玉蔻，你利用第四权，你利用媒体的力量，怎么样？最近收视率很好，你就送哎，很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是在利用你媒体的力量，你在满足的是你个人的虚荣心嘛？收视率全国之冠了不起啊，完全在践踏媒体人的尊严哎，真的是太让人瞧不起了。那我们也很好奇嘛 ，NCC 在哪里？周玉蔻公然做假新闻，他现在出来道歉，他表示他承认他说错话嘛？哎，他说话的时候多么斩钉截铁啊！啊，还有影像自己生出来的、哦、啊，人证哦，一大堆证据他都有，讲得如此的斩钉截铁。那现在呢？你出来道歉是怎么回事？所以 NCC 周玉蔻是不是做假新闻？你们要不要处罚他？你们要不要跟中天一样把节目关掉？要不要？凭什么有这种人在这边散布这种假讯息，然后他节目还会一直存在？周玉蔻乱讲话，败诉女王，这个东西大家有目共睹嘛？以前周玉蔻说马英九收了顶薪2亿，又说郭台铭拿3亿给柯文哲的竞争对手，又说什么台湾人什么文教基金会有10亿，什么来源不明，全都败诉。所以 NCC 都不用处理，都不用罚。NCC 第一个 N 叫做 need， 需要 ；CC 是 Coco， 所以 NCC 你们是 need Coco 吗？民进党你们是需要周玉蔻 need Coco 吗？是这样吗？周玉蔻就是民进党豢养的恶霸，所以大家都怕他，到处霸凌人家，行径越来越夸张。你们民进党喜欢养1450嘛？喜欢养网军，就从你们开始的。所以你们培养了这些网军，培养了这些1450，培养了像周玉蔻这样子的恶霸，行径越来越夸张，也越来越嚣张。到现在反噬到自己了吧？啊，陈时中那个民调是吧？那结果你们被周玉蔻这种人沾上，他还好爱陈时中，最爱陈时中，你们想沾想甩都甩不掉。我今天早上听一个媒体人在讲，说，请问一下蔡英文总统，你去看了证严法师所谓的上人，那请问一下，对于媒体的下人，你们该怎么处理？民进党你们要怎么处理？周玉蔻像有这样子的媒体人，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抵制他，不要看他节目，也不要上他节目。张淑娟女士，中国小姐，她的形象多好，她也没有像一般啊，戴了后冠，戴了皇冠以后，然后开始，她也不是那种花蝴蝶型的，她就是好好的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，文文静静的，悠悠雅雅的。这个是她的话，这个是她的话，对啊，她就是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当中嘛，已经有一种与世无争，对啊，这种感觉就仙女型的。结果你今天把人家拿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污蔑，做这样子的一个扭曲抹黑，对啊，你叫人家怎么吞得下去？张小姐是一般老百姓哎，你看她的穿着，你看她的生活，她其实就很像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哈，可能邻居啊、邻家大姐姐啊这种感觉。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感觉得出来，张淑娟女士她过日子是踏实的，是真真诚诚的。就算她戴了后冠之后，她的生活也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她还是好好认认真真的努力工作，好好的想要充实每一天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好。这不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平凡人嘛，一步一脚印的，也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也没有做任何伤害人的事，就是这么默默的不与人争，就是一个一般的市井小民嘛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某一天突然间有一个有话语权的人，或是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，就这么找上你了，就莫名其妙不分青红皂白，颠倒是非，就是要扭曲你、抹黑你的人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周玉蔻要这样做？没办法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嘛，收视率这么好，为了自己的光环嘛。不惜的去欺负人、欸、完全是不择手段栽赃抹黑。张淑娟她已经讲了，她吃不下睡不好，一直兴起那种轻生的念头。而她出来按铃申告的时候，她还告诉大家，被霸凌还是要勇敢站出来，好，不要与其被霸凌到死啊，那你不如站出来。所以你看看这些人有多坏，硬是栽赃你、扭曲抹黑你，而且硬要逼你吞下去，硬要逼你吃下去、欸、那我请问一下，当周玉蔻把这个假消息、假新闻散播出来的时候，你们那些跟进的媒体呢？你们那些晚上拿着周玉蔻素材的人在讨论的那些人呢？你们转发的那些人呢？你们分享的那些人呢？你们要不要都出来道歉一下？你们民进党、你们 NCC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帮张小姐说一句话？你们是执政党哎，你们难道为了选举就可以这么无情？你们就可以放任周玉蔻这样吗？你们就可以放任周玉蔻公器私用，然后在张小姐的心脏上面一字一字、一句一句的在她心脏上面插刀，在凌迟她哎，一直要到人家崩溃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被你糟蹋？因为坏人的嚣张就是好人的沉默。请问一下，张淑娟何罪之有？为什么要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受到这种屈辱？真的是没事没非了，是不是？选举到了，又开始了啊！这种不入流的媒体人跟着这些政客一搭一唱，在那边造谣抹黑，实在是非常的恶心又没有人性。这些都鼠们，你们就为了你们的权力，为了你们的利益，欺负善良老百姓，这真的太可恶了。然后政府竟然也没有保护老百姓。任凭这一些有话语权的、有权力的人在那边人身攻击欺负，这个政府没有办法保护善良的老百姓，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。所以我已经不奢望台湾这个社会、这个现在这个政党、这个政府、能带给台湾什么样清廉啊、
好带给台湾什么正向啊、正面的啊，那个太不太可能了、啊，已经是算是奢求了。所以我们只能人民自己保护自己，我们只能自己团结起来。